我就前面一点。你开好了？有拍吗？充电状态，但是没有开始录。那有 BBB 哎、欸。是。刚刚停在05。Easy。00。啊，刚05是因为录了5秒，我没有再多等他1秒。哪有？我早就按。好，现在就开始计秒了。我的嘞，红灯闪。啊，好，很好。好啦，那就一直滑下去啊。爬楼梯，爬楼梯，爬起来吧！不是用回头，你要用爬楼梯式的往上3层。爬楼梯，先上左脚，再上右脚，再上左脚。不是往那边头朝那边往下滑，板头朝左上，板头朝左上爬楼梯，再左上，对，这样，对。左脚要踩远一点。好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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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忘了他最基本的爬楼梯吗？你先倒退路，倒退侧降。倒退侧降，侧降就可以，不用推，侧降就好了。他往内陷啊，就是感觉没有非常清晰。用了这个速度，脸应该凉下来了吧？凉下来了。你的脸侧边有露出来，会冷吗？不会。好，那直冲了。
冲冲。休息一下。嗯哼，你看这堆又是伪树林，小树树，而且在县内啊，前面一点就是啊，小树树啊，啊，还好吧，没有要进去，雪好多哦，我要拍一张。直接对着树拍，好，拍好了，好，雪很大哎，预报不是说今天就不下了吗？晴天吗？哎，你侧降一点点。我怀疑你的镜头会有水。没有，我的嘞，没有。好像有一点。那我也摸你的好了，你的也是有一点。很小。很小。啊，那应该回到缆车站了。我拍掉，我已经不错。嗯。你昨天好，昨天是会死掉的。昨天有吗？上午吗？我忘了。那我们要做别的吗？故意去做右边哪一个？因为这一趟滑过啦。你说现在就要去山顶？哦。好，去去去。对啊，我先去再说。
コーヒーくんねえや。マスクの代わりにネックウォーカー、フェイスマスクでは必ず鼻の口を大きく。Thank you.
これは。そうです、GNN。何人か普通にいるね。よかった。遠くへ入ろう。急だね。ん？
经有一点点想要，下次路过就可以去，真好。从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啊，没有错过。啊？Champion， 这个缆车上去是第三配啊，第三配啊，第四的，啊，这是第四配啊，这是第四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所以这就算山顶缆车了，我看错了，这就是它的山顶，对，而且要注意不可以滑到那边去哦，滑到那边去我们就，对，搭接驳车了。他应该山顶会有个牌子吧，说哪边是哪边，只能买单一个区的便宜票。我可以买全山的便宜票，但是是4800还是5300，还是很便宜啊，他有8000多，但是买安娜普里只要3600，三千六，站着的。哎，够出去！哎，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设计的意思是说，它的这个两人缆车速度可以快一些些，但是载到的人比较不会被觉得会被撞到。因为它相对速度把它消掉一半了，有趣耶，可惜我们连自己的山顶都看不清楚了，还说要看别人的山顶。照早上看啊，太阳跟羊蹄山的夹角大概是这样，右边是太阳，左边是羊蹄山，那就看不到，看得到太阳就了不起了。预报，我猜吃午饭的时候它就跑出来了。啊，那就是别人的车，对啊，别人的，而且是一根的哦，单人缆车哦，嗯，对，可以偷偷的过去一点，要赶快回来，这样，在这个红线以上吧，那个就是回去的方法，就是看今天。